他是一位香港知名的影视演员及歌手，他因外貌英俊帅气，出道不久他便能在影视剧中担任主演角色。在他当红时期，就连张学友、周星驰等众多明星都给他当配角，说他是当时的顶流人物毫不夸张。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和新人不断的涌现，他的名气或许不如从前，但他曾经塑造的经典角色却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。本期小编为大家盘点莫少聪18到62岁荧幕变化及演艺经历，哪些角色让你印象最为深刻。1980年18岁，在电视剧《大内群英》饰演九阿哥。1980年18岁，在电视剧《封尘》内饰演吴世凡。1981年19岁，在电视剧《女娲行动》饰演明仔。1981年19岁，在电视剧《甜甜念四味》饰演亚玉儿。1981年19岁，在电视剧《武侠帝女花》饰演左云林。1981年19岁，在电视剧《游侠张三丰》饰演靖王。1983年21岁，在电影《妖魂》饰演凤七梧。1983年21岁，在电影《武林圣火令》饰演尹天仇。1983年21岁，在电影《封神节》饰演赵德昭。1983年21岁，在电影《清宫启示录》饰演应霹。1984年22岁，在电影《霹雳雷电》饰演石春。1985年23岁，在电影《错体人》饰演雷晓峰。1985年23岁，在电影《水儿武士》饰演燕十三。1985年23岁，在电视剧《傲笑江湖》饰演金小焕。1985年23岁，在电视剧《侠客行》饰演石中玉。1986年24岁，在电影《我翡翠》饰演警官。1987年25岁，在电影《最后一个太监》饰演来喜。1988年26岁，在电影《最佳女婿》饰演大眼龙。1988年26岁，在电影《江湖接班人》饰演乌鸦。1988年26岁，在电影《龙之家族》饰演阿聪。1988年26岁，在电影《黑心鬼》饰演星辰。1988年26岁，在电视剧《义薄云天》饰演周勇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神港奇兵三》饰演姬星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冲天小子》饰演邓生阳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人海难逢》饰演林初三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群龙戏凤》饰演麦芽糖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忠义群英》饰演阿勇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飞越危墙》饰演伟良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福禄双星》饰演余才。1989年27岁，在电影《鬼购人》饰演许婵。1990年28岁，在电影《龙凤茶楼》饰演亚龙。1990年28岁，在电影《最佳贼拍档》饰演阿邦。1990年28岁，在电影《壮志豪情》饰演骆英聪。1990年28岁，在电影《血洗红花亭》饰演钟秋月。1990年28岁，在电影《富贵兵团》饰演飞行员。1990年28岁，在电影《喋血江湖》饰演大哥熊。1991年29岁，在电影《马路英雄》饰演赵志冲。1991年29岁，在电影《带子红狼》饰演阿红。1991年29岁，在电影《秃鹰档案》饰演周红。1992年30岁，在电影《告别紫禁城》饰演来喜。1992年30岁，在电影《机器玛丽》饰演徐东。1992年30岁，在电影《游间少年》饰演周聪。1992年30岁，在电影《黄飞鸿男儿当自强》饰演梁宽。1993年31岁，在电影《黄飞鸿三世王争霸》饰演梁宽。1993年31岁，在电影《黄飞鸿四王者之风》饰演梁宽。1993年31岁，在电影《剑奴》饰演李公公。1993年31岁，在电影《走上不归路》饰演维达。1993年31岁，在电影《杀人者唐展》饰演王寇。
1994年32岁在电影灯笼饰演张宝，1994年32岁在电影火云传奇饰演玄冥，1994年32岁在电影黄飞鸿五龙城兼霸饰演梁宽，1994年32岁在电影女子公寓饰演乔伊，1994年32岁在电影地下赌王饰演陈宗，1994年32岁在电视剧新父子时代饰演李世民，1996年34岁在电视剧亡命天涯饰演华光，1996年34岁在电视剧黄飞鸿星传饰演梁宽，1997年35岁在电影借钱专家饰演阿星，1997年35岁在电影喜气逼人饰演周丽萍，1998年36岁在电影魑魅魍魉饰演阿明，1999年37岁在电视剧孙子兵法饰演孙膑，1999年37岁在电影黄金噩梦饰演李不文，2000年38岁在电影第七特警饰演警员，2000年38岁在电影虎胆侠情饰演罗辑，2001年39岁在电影新漫画小子饰演唐静，2001年39岁在电视剧生命逃亡饰演周彪，2002年40岁在电视剧大醉侠饰演楚万星，2004年42岁在电视剧天下奇谋饰演彭云开，2004年42岁在电视剧南北九王饰演李炳，2005年43岁在电视剧横行天下饰演袁成焕，2006年44岁在电影黄飞鸿五大弟子饰演梁宽，2006年44岁在电影浅蓝深蓝饰演华伦教练，2008年46岁在电影午夜叉孙二娘饰演张青，2010年48岁在电影大玩家饰演武林高手，2012年50岁在电影狐仙饰演吕雉，2012年50岁在电影关于爱情和那些魔鬼饰演医生，2012年50岁在电视剧仙女图饰演七雕烈，2013年51岁在电视剧恋了爱了饰演蓝启明，2016年54岁在电影恶灵之门饰演泽田，2022年60岁在电影楼兰古卷饰演陈潇，2024年62岁